直播的时候呢，你们都喜欢选一些奇奇怪怪的车让我来开，就比如说这辆麻将车是吧，一边打麻将一边开车，哎，那必须要做一期视频让大家再来看看这辆麻将车啊。那正上方的图呢是这辆车的特性啊，挺长的啊，但是都是只加集气而已，不过呢也够了哈，因为这辆车呢集气是非常的舒适啊，作为一辆 B 车能有这样的舒适性，我认为还是非常的不错了，而且呢手感还巨棒啊，所以呢在直播的时候大家选到这辆车的话，我是一点都不慌的哈。那这辆车呢发布于去年10月1日的四川主题版本，刚发布的时候呢我是做了两期视频，哇，播放量真的是非常高啊，某音哎，播放的话是超过了上百万了，这也足以证明这辆车独具一格的风格还是非常受到大家关注的哈。好的，咱们来到第二圈的话，这个裁决者也是顶了一下咱们的小屁屁，哎，不过没关系，咱们这边直接延续之后刹一下车才能继续延续哈，这里弹射，哎呀，这个赛季初的新药局还是有两下子哈，这边咱们滑一下过来之后，小飘快速出弯，留着一个喷落地的时候再叠加氮气形成 CWW， 这里有点形势不妙了，看一下这里能不能顶一下裁决的小屁屁，哎呀没机会了呀，气没满，好吧，那 B 车跑成这样呢已经差不多是我的极限了哈，那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，谢谢收看。